لا إله إلا الله محمد رسول الله. لا إله إلا الله محمد رسول الله. أعوذ بالله م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الحمد لله رب العالمين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مالك يوم الدين إياك نعبد وإياك نستعين اهدنا الصراط المستقيم صراط الذين أنعمت عليهم غير المغضوب عليهم ولا الضالين. الحمد لله الحمد لله رب العالمين هو شرع صدر عباده بالإسلام وأرسل رسله وأنزل كتابه لهداية البشر إلى نوره على صراطه المستقيم ونشهد أن لا إله إلا الله وحده لا شريك له ونشهد أن محمدا عبده ورسوله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على آله وأصحابه ومن تبعهم بإحسان إلى يوم الدين وسلم تسليما كثيرا. يقول الله سبحانه وتعالى فعلى أعوذ بالله م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 يا أيها الذين آمنوا اتقوا الله حق تقاته فلا تموتن إلا وأنتم مسلمون. ويقول أيضا أن من شرح الله صدره للإسلام فهو على نور من ربه فويل للقاسية قلوبهم من ذكر الله أولئك في ضلال مبين. الله نزل الذين يخشون ربهم ثم تلين جلودهم وقلوبهم الى ذكر الله زاده الله يهدي به من يشاء ومن يضلل الله فما له من حال. فجد قتل به يعني يفتن
当然在不同班当中
或者说面临不了方向的情况下，力所能及的去做，你发现你错没关系，没关系，只要你先发现看病，试着教这个生命弟子是和看病的一件大事，然后你念八节四十八开始十八果然你看从你有一点上学，然后鞠躬直到有鞠躬稳定，然后抬起头直到有站起来站，然后叩头直到有叩头稳定，然后抬起头直到有坐端正，然后再叩头直到有叩头稳定，然后在你的拜功过程当中你都这样做。这是悉达多经当中搜集整理的成语，这个文字是阿里所搜集整理的。那伊本麦尔和穆斯林经当中增加的是直到有你站，也就是说这个生命弟子他说连你的三次，连你的三次，他的问题主要是在动作太快，每一个动作没有到位，没有到位，而是在教他的是鞠躬一定要鞠，起来一定要站，或者站要坐，起来要坐。那每一个动作是要求的是你怎么按，必须要稳稳当当。其他传统当中要每一个关节回到他的原位，然后你再做下一个动作，再做下一个动作。那这些礼拜方式当中，使者所说的每一拜当中，你的拜功当中你都这样做。这个传统当中是在你的拜功传统当中你这样做，另外一个传统当中说你的每一拜当中你都这样做，你都这样做。那这个圣训是比较著名的一段圣训，各教导学家都拿这段圣训作为礼拜的模式的确定当中最主要的一段圣训，最主要的一段圣训。那从入拜一直到磕头叩头，一直到后边，那么使者教这位圣训弟子，其实也就是教所有的穆斯林大众。那么这段圣训当中所提到的七大圣训集，当然包括伊玛目汗。还有其他的圣训集当中有许许多多圣训集都搜集整理了这段圣训，当然不仅限于这七大圣训，不仅限于这些。那上一圣训集和刚刚的圣训集当中所传来的是拜功，你们的一个人的拜功算不了完美，直到有把小弟洗完善，然后就像安拉所命令的那样做到，然后念大赞拉哈克五百，如果有环境你念给你容易，给你容易。那么当然，大部分增加的是，然后你念发卡和读发卡类似一样。那么一本一棒增加的，然后接着你再念你所意义的章节，你所意义的章节。那么这些是明确的告诉我们，它的一部分相互支持一部分。那拜功的模式当中，拜功的模式当中需要我们注意的就是稳定，拜功的每一个动作做到位，而且稳定要放在第一位。是一个动作没做完，你第二个动作就下去了。那这一点就像这位师兄弟子一样，点礼了三遍，使者给他的答复都是：你没有礼拜，你重礼，你没有礼拜。那你在哪里？你只能说自己对自己，阿拉不接受。那么使者说你这个拜无效，我们也说这个拜功同样无效，同样无效。那需要我们注意，在礼拜的动作当中尽量做到规范，尽量做到规范。另外需要注意的拜功当中。入拜以后，我们所要强调的一点，也就是念这个发卡。那么开单章，作为发卡，所有的圣训弟子所传的圣训当中，最主要的就是罗巴的孔桑所传授的，罗巴的孔桑所传授的圣训。那么他说，那么的时候，阿拉法利姆斯拉说，拉法拉丹，你们南边格尔比东边的皮坦，一场当中比东边的古罗巴，这是门特布达利，也就是罗巴的穆斯林圣训集。和共同搜集整理的圣训，那么在古巴的公上面，这位圣训弟子是当时马萨的首领，是当时马萨哈德罗这个部落。那么他参加过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跟圣的同学在麦加，参加过的战役和所有师哥所参加过的战役，他是当时马萨的一位领袖。那么欧马尔把他派到沙漠地区，就现在的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地区作为总部，在住在这个小地区，然后又搬到巴勒斯坦，最后是归回到巴勒斯坦。那么他的活的是72岁。那么万能方面这位圣训弟子，普世当中比较著名的圣训弟子，他
حصلت أحد شيئها ميكة الكوفما عاجة الشيخ الشبخاري ومسلم كانت عشان الشروط عنهم فصودي الرغبة تأتي عبود وهي كانت عبود تشيك عاجة الشيخ الوانسل في حقيقة ميكة لا صلاة لمن لم يقرأ بكم من القرآن ليلة كذا كان ليبقى نعيد الحمام أعرضني صوت عليها لهم
ثم اصنع ذلك في كل رضعه ثاني ما يبهي بدرهم ليجعفتهم لا مسري صورت على هذا هو يعتقد كما رايتموني مصلي يؤذي ما يروه حتى هو ذي بدنا لا تعطي يعشوني كوكا عبانيا عشقيا تعلم عن الايمان خرج عن فتح في شهر كنيا بيتا كنيا بيتا
是礼拜不够，原因它是礼拜的主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当时传述人这是 Abu Sa'id， 他说阿布胡雷达这位这个时期的传述人说，那有时间我在你们的路边，他的言下之意是说我跟着你们，那我是不是就不需要念了？那阿布胡雷达主就倒了他一下，直接说亚法尔西亚你可能明天谁看你的心里边念，说你即使是在马路的路边，你在你的心里边念，你在你的心里边念。那这同样是圣门弟子教后边的人怎么样去念这个法卡。那么本部所传来的当中，就是说我们平常高念上的拜功，我们的拜功，晚上的拜功当中，基本上都是跟着一帮跟着一帮，那怎么念？那或者说你忘了高念的时候你也读，如果他不发一段停顿的时间，或者说你自己心里边你自己接着念就行，自己念就行。不管是你的念前一天忘不念完，或者是跟一帮在一块念，或者是一帮念完以后我们再念，无论如何你都不要放弃。这是在圣门弟子所做的解释。那么圣门弟子做的解释是你内心当中去念，而在圣门弟子解释的也就是说，不管你跟一帮一块念，在心里边念，或者说跟他前边后边念完都没有关系。那么同样他把我的所有传来的声音当中，那他不回来说当时说是这个闹法就命令在麦地那派人去喊的，就说没有外人不如黑石羊你念法卡，在麦地那大街小巷里面把这个话给所有的人传达的。那这个话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单独里还是群体里，在一般的后边还是自己的主音派神心派都是一样，必须要念法卡，必须要念法卡。那么当然有许许多多的解释，有许许多多的解释，但整体声音的名文意义非常明确，也不需要假设，更不需要你做另外的说明。那个时间在这个声音当中，我们不要自己强加解释，牵强附会把声音的意义又拐向其他地方去，不要这样去做。那么同样有其他的神学当中整体来说的一点，就是说有人说读法卡跟古兰经一样，有一万五的时间不需要念。那不管怎么样，你要是跟这段神学的等级，从神学这个角度来说，没有哪一段神学可以说在这一个内容当中能超越这个神学的等级当中最可靠，没有任何问题。那除非这种情况，就说什么都不会念，就像一篇这个欧方所传来的他高的文字撒下来所传来的声音当中，有一个人来到圣经当中华德的撒下来面，他说从古兰经当中我一点点我都学不会，我一点都学不会，你教我起码我的拜能理成的这样一点。那么圣人告诉他的说，你念诵他们呢我唱给你的我来的这些东西，我把所有我来说的我来说的试着教他念这些就可以了。那就是说没有教他说念法卡，因为这种人他直接在早晨第十阵直接就是古兰经当中我已经更加没办法抢答了，我连一点点都学不会，他直接那个文字是这样对了，那你那么的不要说让你现在我从古兰经连一点点都学不会。这种人试着容易去他，就是说你可以念斯帕蒙了我来哈姆林的，我来哈姆林的，我摸我的，我来哈姆林的，你可以念这些字，可以念这些字。那这个不能作为我们一般的人放弃学习，或者说不念法卡的借口。但是在前面我们提到的，使者教这个身份证礼拜的方式当中，在南马尔和巴布的一本很棒的圣训当中，同样提到送门格拉姆比东边的国法，然后你要念古兰经知识，也就是说开段章你必须要念。那这一段同样相互的印证，使者教这位身份弟子的时间也要求他必须要念法卡。那么这个问题提到的比较详述的就是诺威在穆斯林神学集的注解当中，还有一篇哈德在所
صحيح البخاري تفسير ذكر باري رحمه الله في الجزء الأخير. خذ الدرس بس، خذ الدرس بس. فعندي نقول جزء جزء عشان يجني إذا ما يبقى عنده سوء دبر بالنام. هو بعد يشيل تقولي كي ما كوني إني مين بقى مين بقى مين بقى هو شو يعني فاهم هو شو يعني فاهم. أنا يعني شو يعني فاهم في حال مين كه إسنا ورجلي ما على ذلك في كل صلاة يعيش مع نام في كل ركعة. إذا سوي في دبر بالنام في صلاة قال لي أنت قرن مين بقى نام يدور شو يعني.
不能做个证据。但是二爷也说，古兰经当中说的每段古兰经的啊，他怎么说的？我很信。如果有人读古兰经的时候，你们静听，我是沉默，那这可以说是我懂得概括的。我前面说不能限定特指的，概括的，特指的要限定它，你不能拿概括的去否定，或者说去禁止特指的。概括的要保持沉默，那就是说一般的情况下，要读古兰经的时候要保持沉默，要静听，要静听。那我们说撇时的时间，顶格的时间。
行李原因，或者说可以帮您转念，或者说你帮我们投边，但是问题是留的念，不要产生对其他的人产生感染，对其他的人产生感染。那我们的念就是说，一个应该是感染的，或者说心理原因，你可以拼读一下就可以了。各位，各位，还有点。